这个开那个鱼子呀，我剩这个编鞋垫儿。肉是不肉啊，肉就上瘾了。多做几双，到时候到岁数抽不着了。我跟我大爷媳妇做那双鞋，他不知道呢。我把这俩磕了。我这是厚底，怕它冰胶，特意给它整厚的。我这个是薄的。张大大，你过来一下子。伸出你那大脚丫子，照照这鞋。上次给我做一双呢。做好几年了，我都没告诉你。这双是啊。嗯呢。剩这都是我的，我这小脚谁也穿不了啊。能穿好像，你看人家你们那样吗？人家不穿。哎呀，真宝啊！嗯呢。哎呀，这家就是的。行行行，这是每年的样。你站起来走走，我看看。几个几的？不几的，真好，真好啊！你呢？这你早点穿，省病脚啊。过两天穿就行。这给我剪完了，咱俩做饭去。酸菜都拿出来了，整个哈喇巴血肠。这是里子。往上面挂上金色油面，这酸菜多好，切完有的粉丝朋友不知道这么片是咋回事，这样是片吧，就是切时候能细点。乐吃酸的头一遍，不乐吃酸多头两遍。哈喇巴猪肉凉米下锅，葱姜白酒，电起锅水开了又下进去，葱姜花椒大料，料酒，烀40分钟，用烀好的捞出切一下，料渣捞出来。咱们吃的时候全是花椒粒儿，酸菜下里了，酸菜不怕烩，烩半小时。盐、胡椒粉、
血肠冒一下，三两分钟就行。妈，你切血肠吧，我切不好。嗯呐，那再被转过来哈。嗯，可以。我直接会理。切的时候扯点这皮儿。血肠倒里头，生菜出锅，血肠冒一会儿。最后撒点葱花香呗。把这给你带骨头。喝酒啃骨头正好。把这给你的血肠多。嗯，浇点蒜酱，那更好了是吧？嗯，我再给你点。嗯，整好了。行了，这时候喝点酸菜汤多好哈，热乎的劲儿啊！这酸菜这汤也好喝呀，浇点蒜酱，水蛋哈。嗯。酸溜好吃。嗯，还得喝汤了。行了吧，这时候吃点大菜多好哈。没鼻子。吃啥啥味儿啊，现在味真是好啊，酸溜好喝。嗯，那不吃肠子，肠子借我点。都给你得了。这个我再尝。行了，你这喝三碗了都。三碗不够干。嗯，疼。啊，骨头倒酱油了，可好吃。嗯，那你不吃。喝点汤吧，喝我一大碗的呢。那咱差不多的剩不多少？喝冒汗的。你是抢冒汗？